第24届金曲奖的台语歌后李亚莎，掌声鼓励。记得我想在夜里晚风告别，一行泪光几泪人听你过，想我的红霞你温馨过，那个我是当时的悄悄吃的海鲜吗？有好，
那接下来这首歌呢，是我第一张专辑啊《村哈秋当》里面的，是我们台湾非常有名的老的歌谣《北波丹》改编的，送给你们。的时候很难想象你是一个上海姑娘，有下一番苦功，真的。对，可是我好想听你讲上海话。讲上海话是可不可以教我们？因为你知道吗，下个礼拜啊就是中秋节了。对对对，那上海话先教我们中秋节怎么说。中秋快乐。再说中秋快乐。中秋快乐。垮了，垮了，我的舌头快要打结了，很难的，真的，好特别哦。人家说上海话就是这样，吴侬软语，软语这样子。那我觉得，那亚莎，你的上海名字怎么念呢？李亚萨。哦，这应该简单了。李亚萨。李亚萨，对，对不对？我有没有感觉？有感觉，对。那你知道我们今天在的这个渔港啊，它叫做竹围渔港。对对对，竹围渔港。上次你来了一次，有我吃那个海鲜超新鲜的，超好吃的，对不对？超好吃的，对啊。之前呢、在上海的时候，有没有常常有这样子一个机会，就觉得很近的地方就可以吃到这么新鲜的渔获？可能要去到一些就是海边城市吧。对啊，才会有机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知道吗，在我们这个桃园呢、我们在北桃园最好吃的一个渔港就是我们的竹围渔港。对，所以呢，路过经过千万不能错过，一定要带着新鲜的渔获给回去。好，亚莎平常会料理吗？我会。
我会，就是会自己煮的吃啊。真的吗？对啊对啊。那亚莎会料理鱼吗？鱼哦，比较会啦，但是没有。比较会啦是什么？比还蛮会的、哦、还蛮会的。会啊，会还是会啦，但是没有说跟其他的比，没有特别的。真的？那你平常喜欢吃什么鱼啊？吃什么鱼啊？三文，就是那个鲑鱼。鲑鱼啊、嗯、我也喜欢吃，就是在那个在那个 wasabi。 对对对、哦、这样直接吞进去，哇真好吃。尤其是啊，在这个厨卫可以买到最新鲜的一个那个鲑鱼。嗯，对，等一下呢、嗯、也可以再赶快再去抢购一下。 好，那马上呢亚莎为大家来带来的这首歌曲，好，也是非常好听的一个闽南语歌曲哦，希望不要再跳针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我们是不是要来感动大家一下？这首歌曲是我们将会二姐的经典名曲、嗯、对对 对, 对，大家都知道 Get Out， 是、嗯、也常听亚莎在电视节目唱哦、哎、今天非常难得、嗯、我们是不是用热情的掌声再度欢迎亚莎带来的精彩歌曲。谢谢Hi，那我是不是清唱？清唱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大家会唱的跟我一起唱哦。来，我们一起帮亚莎挥个手。乌鸡里啦啦啦，最无人甲咱友好。我会陪你坐点医疗，听你讲少年的时阵，你有我教。吃好吃歹不计较，怨天怨地也袂晓。你的手，我会甲你牵牢牢，因为我是你的家啊。副歌会唱，跟我一起唱。阮将青春嫁伫你家。少年对你对到老，人情世事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我的一生献乎恁家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，等待返去的时阵难到。我会让你心疼，因为我会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。谢谢，谢谢。天哪，怎么会？我用自动就会曝光出去。对啊，自动就会啊，对。好不好听啊？真的，你看，清唱也是一样，非常让人的动容哎。我知道啊，其实啊，下面很多亚莎的一个粉丝，其实呢，可能都有自己喜欢想要听的歌，对不对？既然有了这样子一个突发的状况，亚莎可不可以接受？如果等一下我们开放两个幸运的朋友，然后来点唱，亚莎就唱个副歌，可以吗？好，可以啊，可以吗？要，可以吗？好像他们不想听啊。可以吗？是，那我们就利用这样子一个短短的时间，开放现场两位幸运的 lucky 名额，好不好？我们。来，灯打亮一点，让我看一下。请问有没有亚莎的死忠粉丝在哪里？好，那死忠的粉丝一定要派代表来举手。请问你们想听什么歌啊？什么歌？哦，爱是我第二张专辑的同名主打，是我自己第一次尝试那个台语词的创作。哦，那我们就请亚莎。哎，稍微帮我们带爱的副歌就好了。好，
让我自由几句话，我爱你一世人，听你自由几句话，愿我思念你的名，等一个，孤单一个，听我一句话，我已忘我，有我来替你来行，听我自由几句话，乎你的一句话，无依无我的心情，等待你。谢谢，谢谢，非常的感动。好，那接下来亚莎就要带来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了。再跳针，我就唱那个跳针跳针。好，懂字懂字。好，再跳针，请叫起好大力的来，我来。好大力的来哦，跟我一起啊，好不好？好大力的来。手借我好不好？运动一下。
谢谢亚莎带来的精彩歌曲，大家一定觉得非常的过瘾哦。今天呢，我们在现场除了看到舞台上精彩的演出之外，